随着疫情升温，医护人员可以说是相当辛劳，身心灵都承受着巨大压力。但花莲慈济医院新冠专责病房的照护团队，在得知有患者生日的消息，却暖心的录制影片，齐唱生日快乐歌，还写上了满满的祝福生日卡片，希望能够让病房的患者可以开开心心，早日康复。我们是257专责病房医护人员，祝你26岁生日快乐。医护人员戴着口罩，开心地录制影片，齐唱生日快乐歌，就是希望能够给确诊者满满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加油！祝你病情早日康复。由于受疫情管制影响，各大医院都取消了探病服务，因此花莲慈济医院新冠专责病房就有护理师接到确诊者病患友人的请托，希望可以代为转交庆生花束还有礼物。而医护人员也很贴心，除了加码录制生日快乐歌，还写上满满祝福的生日卡片，希望患者能够有多一点正能量，一起来对抗病毒。因为其实解除隔离，我们没办法去帮助到他很多，因为是疾病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就是陪他走过这段很困难的隔离的期间。病患手上拿着花束，比着胜利手势，合影留念。虽然戴着口罩，也难掩他内心的愉快心情。医护人员不仅是尽心尽力在照顾病人，还拍片暖心协助庆生，就是希望能够让在病房的患者开开心心，早日康复。好，谢谢徐丽琴，花莲市报道。